请问你名什么？我是梁立新。住哪里？啊，槟城大三角。为什么你会买这台的那个钛合池健康水呢？我有试喝到河水，对我有效果咯。喝了多久？大概三个星期。有什么好的反应吗？我的胃酸好了，因为平常是不能吃面包、糯米之类，之前端午节一天吃四颗粽子都没问题，不会有胃酸的。然后我的高血压也有正常一些，之前是吃药也不会下降。然后我孩子长青春痘，现在也是好了很多。我的背后有长很多那个热痱啊，每一次都要去看专科的，今年不必去看了，我拿那个水来喝，然后喷喷就好去了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我儿子咯，就是青春痘小弟，还有我的姐姐也是胃酸，不能乱乱吃东西，也不能喝凉水，但是太喝池水凉了，他能喝了没问题。好，感恩太赫慈给大家回复健康的生活，谢谢。